没把三位的兵器弄错吧？秋风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秋风知道三位要去异族大会，就请三位给我出出主意。嗯，小帅，把那里那个历史的帖子搞两份来看下来。这些天你们下去，该去的没去，历史帖子看看电视上算了。对了，跟你来不好干的。 爸爸，我还喊我，喊他。珊珊是你喊的啊！我就一喊这半死的人，个黄昏东西。何爸子，教育喊的儿子，这黄昏的很。何爸子是你喊的啊？要说，要说，喊他我，他我。 我就问你，人家考试下来呀？算了，那个不好，跟厂子差不多，靠的养的，有时都是第一啊。你说的对。我就问你，天天没吃，跟哪个娘都斗啊？渐渐啦。渐渐这个考试下来呀？我跟哪两个比你都是第一，是不是的？我老子教的你，跟他成绩好，喊两个都斗啊，你跟他成绩差的两个都斗啊，笑话一场。 这话说句话，我赞同。俗话说得好，恩义难以聚，物以群分。跟那个丑行了之下去，他是越下越丑。听到没有？何班长，让你的儿子小娃从今以后再不找我的儿子见见玩。我还叫我的儿子不跟你的儿子让斗着玩。哎呀，好不怪，那好不好？求爹的白奶奶操哪里心了？我的儿子成绩好了不了，老师全班第一名。 自从跟你的儿子到队玩了，你过月之后啊，成绩直线下降，有全班第一名，搞得到处第一了。辉哥，哎呀，小八的成绩差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他。俗话说得好，弄是弄了，疯是疯了，老徐这个儿子呢，天生就会打洞了。什么意思啊？ 那自己给悟个吧，我出碟子看。我想不会打洞吗？